的名字叫周，我来自于英国。当我去年开车去法国度假的时候，我发现开车在右面非常的紧张，感觉压力很大。稍后我发现了这张 DVD， 它有视频和相关的信息介绍。他告诉了我有关驾驶，从基本的路况、国内外保险和故障等方面的信息，他使我感觉到更安全地在这里驾驶。这张 DVD 创建了一个极其逼真的驾驶经验。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Bridge Driving Agency 网站，谢谢。